这个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也咬人，那牛要是急了能干出什么事儿呢？在山东临沂有一头牛给逼急了，钻到一墙缝里头，结果出不来了。为了救这头牛，哎，真是费了老大的牛劲儿了。别把我拖出去，别把我拖出去，你们就让我在这里面好好躲着吧。主人非要给我烫个鼻子眼儿，实在是太疼了，我可受不了。好好的一头牛怎么会往墙缝里钻呢？并且还是一个只有五六十公分宽的墙缝。不管怎么说，先把牛拖出来是正事儿。救援人员拴住牛脚，费上牛劲儿往外拉，可是后腿和屁股拉出后，由于肚子太大了，又卡住了。别推！别推！别推！牛的主人踩着牛背进到里面，把牛头先给抬起来，让牛自己先站起来。随后众人合力往外拖，经过20分钟的努力，牛可算是被拖出来了。据牛的主人讲，当时他就想给牛穿个鼻子眼儿，可是这烧得通红通红的钢筋刚一碰到牛鼻子，这牛就不乐意了，挣断绳子撒腿就跑。主人一家围追堵截，终于把这牛给堵住了。不巧的是，牛发现了这个墙缝，一头就钻了进去。